手機套中間都得啦，係嘛？手機套中間都得，但唔係佢硬嘅，硬嘅。咁我老實實，有啲人好似阿正嗰啲，屌又識唔到人，屌又冇錢又窮閪咁樣。大佬而家嗱過咗時間啦，阿正好有錢㗎，窮閪。仲要我借？係啊，仲借唔借到錢啊？問財政司借。再加上即係成個表面睇嚟咧，都叫做有翻啲大大隻隻。係。康正咁細粒嗰啲危險啲。咪就係咯。喂，真係幫阿林兄康正算支姻緣籤啊！我翻去叫阿雪幫你抽支卦。使唔使要去嘅八字啊？唔使啦。唔使嗱，幫你抽卦啦。咁我要做啲咩咯？我先齋戒裸體一次喺觀眾面前跳跳一跳舞。裸體日日都唔止一次啦。乜都唔使做啊！你屋企等我支卦啊 ！OK。阿豪哥支卦出嚟嘅時候，就大家睇下應驗靈唔靈啊！嗱，即係即刻考牌啊！嗱，有邊位有興趣？找豪哥看風水的，也在這裡聯絡著卦的，問什麼前程的，喂，我有沒有機會移民啊？我考大學行不行？我跟這個 女朋友拍拖，但有結果啊？有沒有 quota？ 需不需要送回一些利是啊？說一日限三支卦，一日限三支，okay。 價錢呢，我們豪哥會直接跟你說的，梗係要錢啦，即係雪要雪都要食嘢㗎。或者其實呢啲你唔俾就係反而唔好啦嘛。梗係唔好啦，即係唔多唔少都要俾啲啦嘛。係啊，俾啲。命有元神，卦有卦神啊嘛。係啊，你占卦算命根本就係逆轉天，根本就係逆天而行。即係就算條路安排好俾你，你預先知道個答案，你真係出貓。系作弊，咁系唔啱嘅。阿李嘉誠个御用风水师都有讲啦，就系死得几惨，因为佢泄漏天机咯，好辛苦啊！陈伯泄漏，阿陈伯泄漏几多天机啊？陈伯喺养和啊，典藏典籍，有钱佬又点啊？个有钱佬都睇过阿陈伯陈耀啊嘛，系啊，陈朗啊，睇过去，但系问题咧就系、是、个即系佢养和住几日，佢都唔使钱嘅。吃好嘢，穿好嘢又如何啊？佢死得好辛苦，所以話唔好痛聽。聽我醫生朋友講，所以話唔好話哎呀，阿雪一支掛咁多錢，係咪你阿師傅一個代曬？梗係唔係啦，大佬，我要幫你拎出去做功德嘅。係啊，同埋即係一日只限三支，因為有一個規定嘅，急唔嚟嘅，即係有啲咩真係有啲咩疑難啊，即係想問嘅話咧，就真係其實係心誠則靈啦。真係有疑難先好問，命好咧就唔會問卦。即係辦公室嘅風水話想話執執去搞搞佢咧，就同我哋聯絡。咁我哋收費咧就非常超值啦。係啊，超值啊，真係超值。